在这一边它有一个梯形，然后它有一个三角形，然后我们这一边呢是有垂直的，然后这个呢，我知道它答案是12啦，50、23，这叫三角形，但是不是，它是说，它告诉你 area of PQT 是30，所以我的 area of 三角形 PQT 会是等于30，就是说我的二分之一乘以底，底是它的 x。然后再乘以高是5，会是等于30，所有的 x 呢会是等于30乘2除5，然后我就拿到约6212，在这边我拿到是12，15566，所以我的是 12cm。然后这边是12了之后呢，它叫你找 area of shaded region，OK，你在这一边你已经知道这个部分是30的。然后你要找 area of shaded region 的时候，你拿 trapezium 来减掉三角形。trapezium 的话呢，我的 area of 那一个PQRS，它是一个 trapezium 啊，是二分之一上加下乘高，12加18，然后再乘以这一边是8，OK，二分之一上加下乘高，所以在这一个地方我就有30，4×32，120 cm². 所以我的 area of shaded region 呢会是120减30，最后我拿到的是90 cm². OK，这一个就是我的答案了。OK，好，就是这样。